套了吧，漂亮。哎呀，林老师，我表现得怎么样啊？现在还要送我去考研读师范吗？马马虎虎，再接再厉。会不会说好听的？你爸就这样。笑笑，演出非常精彩。谢谢啊。哎，林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爱媛音乐公司的经纪人安飞，也是少江的经纪人。你好，你刚才的演奏非常打动我，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公司签约。我会好好打造你，成为大提琴新秀。嗯哼，不过我们是一家德国公司，签约的新人都要先去德国乐团先进行一年左右的交流学习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我觉得可以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吗？好的，可以啊。谢谢啊。谢谢啊，拜拜。要去一年嘛，